我你要拍照给 FNT 吗？人家讲我帮你做。哇，不知道。哇，这个很特别，怎么这么咸呢？三姑，六神。哎，谁是三姑啊？哦，三姑六神，对对对对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录起来了，还在加呀？啊！你再讲多一次，你再讲多一次，你的形象完全毁灭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可以有一点欧包吗？一头包，大包包，哎，不要闹了！哇！没有什么，是了啦，就这个啊。我要一个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我要好吃的。哇，它跟那个沙巴一样的是吗？会写你的名字是吗？你选一个吧。你选。我应该也是这一个吧。什么三毛的那个？啊，三毛。哦 ，I 猫咪。TV K I V V I。Yeah. Thank you.然后哥，你为什么介绍的时候你的手要放后面？这很像在这里做工，你知道吗？哪一个？女士，你想要吃鸡呢，吃鱼还是吃羊呢？不是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好，我觉得这个好。我看他们撒那个撒玻璃。我觉得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两个厉害，我这是第一个，那一个。是哪一个？我们吃这一个。我跟屁虫了。那你直接选这个，不然。对对，你不要选这个。我们可以切一块给你。我是这个。不带。卡鲁巴。卡鲁巴。加鲁帕幼犬石斑鱼，它们的身体肥厚，口腹大，并不适宜长途迅速游泳。石斑鱼体型相当大，身长可达1公尺以上，体重超过100公斤也不足为奇。很多种类的石斑鱼都是重要的食用鱼。哎呀！没有，我也不要害我。你拿你自己的，拿你自己的，拿你自己的。这些酒还是你。这是鱼的，是鱼啊，就是那个鱼，是那个鱼，那个鱼先到哦。这个鱼就是我们要养的鱼喽。我不知道。这是在国内。我你要拍照给 FNT 吗？人家讲我帮你做。哇，什么味道？哇，这个很特别。我要找。怎么这么咸呢？就是我的两个。
对啊，我们就大鸡。哇，就是尊姐的。尊姐的。为什么这个也是你的名字？为什么我的声音？我分八戒的话，你怪他。来，前面啊。前面你的。来，我们的。三姑六婶，没有三姑六婶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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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再叫啊，这样子。哎呀，我叫住他好不好？拜拜拜拜。好，我们来开第三包。